许奶爸真的好爱福宝啊，这么热的天他竟然亲自上山给小福砍新鲜竹子吃。奶爸，你不早说有竹帘，小福自己可以直接去吃，不用奶爸给我砍了。小福打野很厉害哟，奶爸下次带小福一起上山砍竹子吧，你边砍我边吃，那多好呀。在韩国的时候，小福我可是打野大王来着，老厉害了。许奶爸把亲自砍的新鲜竹子给小福送了过来，让我们小福尝尝鲜。江爷爷说福宝是个美食家，很会挑食呢，不过看福宝这个样子，那爸给的竹子一定非常好吃吧。嘎嘎香，嘎嘎好吃，哈哈。那么爱福宝的奶爸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，不愧是福宝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呀、啊。小福你一定要幸福啊，你如果过得不幸福，老宋也会疯掉的，老宋可能也要来看你了。四月三号一边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吧，福宝你的宋时问真的是想你想疯了呢，很期待两位爷爷能够一起来中国看福宝。两位爷爷，小福也很想你，